伸来，这是全素 A B 裤，对，全素腰松紧 A B 裤，然后的浅蓝色，深蓝，深蓝，对，深蓝，嗯，好像两件都蛮好看的，浅蓝吧。光色比较色气，可是我觉得是深蓝的、欸。真的吗？没关系，你喜欢就好了。然后我说的话不是很有，你喜欢就好。是浅蓝，小编穿浅蓝给大家看。嗯 ，OK， 这是浅蓝色，转一圈好了。一圈 ，OK， 好，就示范一下。然后接下来是上衣，林香小格子，林香小格子，对吧？没记错的话，我来看一下哦。林香小格子绑带衫，对，它的绿色跟白色两个颜色，它是做这种非常非常小的小格子，非常细小的小格子，非常细小的小格子。然后它是像棉纱的材质，所以算是薄的，会有点透肤，对。所以如果它透的，但是有好有坏啦。薄的话，所以它比较透气，然后比较凉爽。那相对就是会有点透，所以你可能你要搭配一个 bra top 这样子、嗯、对，或者是怕透的，真的一点点透都不行的人就可能就要配这一件。 对， 对，那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它透度是还可以的，就是你只要搭 bra top 的话是还好，像小编现在身上就是穿一个 bra top， 然后我们还要打灯，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，对，看不太出来。嗯，对，然后它是做这样子领口整圈松紧带的设计，它领口是整圈的松紧带，不过基本上就是一个装饰跟抓皱啦。然后它领口这边有绑带，那你可以把它绑起来。我有绑好吗？我有绑完吗？没有没有。好，你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绑起来，或是拉开来。我自己喜欢拉开。我也喜欢拉开，好不好？然后整个是做有点空气感蓬蓬的罩衫设计，因为它的袖口也是有松紧的，对，它袖口也是松紧的，所以它穿起来是有点蓬蓬的罩衫。然后它是薄料的，所以扎起来也是可以，我觉得作为那种防晒的罩衫上衣还蛮适合。我觉得它也很日系耶。是是，我们到底是在卖日韩系的衣服还是日系的衣服？就是你可以稍微搭前面或是全扎，对，就都蛮可爱，会蓬蓬的。嗯，因为它其实算是薄的，所以扎起来还蛮算顺的。黑白好可爱哦，是是，黑白。好，它两个色，黑白色跟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黑白色跟绿色，绿色是也蛮可爱的，应该会蛮显白的。我觉得就是那种森林日杂风，日杂风上面会出现的绿。对，它其实下半身搭。白色短裤也会好看，我现在没有白色短裤，就是如果你家有白色短裤的话，或是你等我下次应该有白色短裤，你可以搭一套。对，你把它搭白色短裤搭成一套，夏天正夏的时候穿就还蛮适合。戴个草帽，好可爱。嗯、然后平常的话，上班就可以搭个牛仔裤这样子。好，这件牛仔裤可以买。你穿起来腿很直哎、欸，这很直哎、欸，你穿这件，你穿这件好看，就连浅色都很直哎、欸。对。意外哦，可以，而且裤长。